那我还想要吃一个，有谁可以帮我画一个麦当劳吗？阿北，这是什么颜色呢？那个是黑色。那这是什么颜色？阿北，你看我画的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颜色？那个是原子笔红色的。对，阿北，如果你看我在这里就变成麦当劳。阿北，你看。那你们谁会画一个麦当劳？阿北，你看是一个火色。哦，你看一一得得的麦当劳是圆圆的，你看我的这样吗？好像一个屁股。你看我的这个，你看我的屁股是屁股，你看我的小屁股。哦，屁股是谁打电话？屁股，耳朵一点一点的，你看屁股。喂。说什么章？喂，什么章？嘿，对。好。收发章。电力公司。呜哒哒，呜哒哒，呜哒呜哒哒。没有电力公司来啊，等下去看一下。Yeah.